我最近就去了新城资讯台那里做 DJ， 星期四和星期五都会有我的四点至六点，咁大家有时间可以听下。是讲什么？是讲关于都是啲碎嘴嘅，即可能讲下拍拖啊，或者我自己一啲即系平时上台不会听到嘅嘢啦。总之就快啲去听啦，快啲一定要去听下。唔好意思，我就是可以出去去翻学啦，因为咧上个星期因为比赛，所以咧就少咗翻学，同埋其实同啲朋友都即系同学唔熟嘅，咁所以咧而家有机会可以翻翻学，学下多啲作曲啊作词嘅嘢咧，其实系真系好好咯。系啦，劲啊，作曲我都想啊，你几时作啲歌俾我哋两个先？我自己都未有啊。咁Victoria咧？我又系之前完咗比赛之后，即系终于都可以放多啲时间喺学校方面。所以依家就喺學校 join 咗 band 隊，咁就依家就專心玩緊 band 咯，即係學下樂器啊，跟住同啲 friend 夾下咁樣咯。夾 band 咁樣，好正。咁要夾下我哋三個。要啊。有琴啦，跟住玩吉他啦，呢度。唔係 vocal 呢度。你兩個，你兩個。你吉他嘅喎。你兩個。你睇吉他。跟住話前面做觀眾，我做觀眾。做咩？我唔知啊，我哋嘅經理人啊，你真係問我哋幾時有得出歌？係，我都好想知幾時有得出歌。如果幕前嘅話，其實我希望可以真係同大家玩一啲綜藝嘅嘢，或如果可以嘅話，其實想有好關於我哋嘅劇咯，大家一齊再拍嘢，我覺得係好開心。就是青春嘅故事足以做一套劇，我覺得係可能係恐怖劇咯，應該。真編劇可能我但編劇是我哋自己咯，咁應該可能係，因為我要寫翻個故仔出嚟。冇錯。Hello， 最近多咗喺銅鑼灣 busking 啦，希望喺街上面可以圈多啲粉絲，因為嚟緊會有一啲唔同嘅 cover 啊 ，YouTube 片出街。首先有我同阿咪嘅 cover 啦 ，Spy Family 嘅 cover， 同埋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都籌備緊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咁完咗比賽之後，都係翻翻去讀書啦，多咗好多實習嘅機會。嚟緊都好開心，有個機會同一啲唔同醫生合作去做一啲健康嘅節目，記住睇啦。咁我就比賽完咗，都用咗少時間去沉澱，諗緊啊點樣喺呢行度做落去咧？咁樣有個答案就係揾緊兼職啦。咁去 support 住自己行呢條路之外，俾到自己有飯食，同埋我 plan 緊會錄一啲 cover。即係唱過一啲 cover 俾自己去練下，會執下我自己的 IG， 因為自己的 IG 真係唔係好掂啊，拍多少少相咁樣。我就唱歌多啲咯，跟住嚟緊都有唔同嘅唱歌表演咁啦，跟住自己都會有唔同嘅練習啦，亦都上緊堂，可能學緊依家學緊自彈自唱。之前就好俾心機去鬥麗絲嘅拜年啦，有依家上緊啲戲劇班，跟住咧就喺廁所唱歌多啲，同埋好開心有一次可以喺餐廳度唱 live。有睇到條片啊！我就冇出去表演嗰啲咯，都係自己屋企唱啦。我尋日有睇到你嗰條跳舞片喎，多謝。我嘅呢個 K-pop 嘅 dance cover。係，呢首歌我都最近都成日聽。係啊，不斷都勁多人。又聽啲鋪頭咧成日播，播到洗曬腦。尋日本身我哋學另一首叫做 Oh My God 咯。哦。係啊 ，Oh My God。你咪真係知邊首嘅？唔知。Oh My God。大家一齊俾咗反應先算啊嘛。嗯。